PNPC， 我现在不知道应该要称呼数位发展部的同仁还是 RR。我什么都不知道。好、哦、那就是今天非常感谢就是在场的所有人，还包括 GDM 救生团跟 OCF 跟 Frank， 就是帮我们就是度过了今天一整天。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我们的公共城市推动意见征集今天过得还好吗？那首先呢，就是跟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成果之一，就是我们根据大家的学习单，对，是所有人的学习单。那我们画了一个其实有点一言难尽的关系图，对，总而言之就是我们有一个中间有一个理论上应该是发动这件事情的那个推动机关，然后它跟就是不同的利害关系人有很复杂的关系跟诱因。大家有兴趣的话，那张海报还在外面，然后或者是我们再把比较清晰的照片放上来，对。然后这里是下面摆的一张钞票，可惜不是钞票的大家的学习单，对。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是要根据大家这些学习单跟利害关系图长出一份关于 PNPC 的 policy。那我们就现在看看我们的 policy 怎么样，那它就已经完成了，而且所以可以来填写了。那顺便说一下，目前在 policy 上面总点子数已经有68个点子了，然后通常上限是100，所以我们就努力一起冲破上限吧。然后从学习单来的点子数有40个，就是大家填写学习单的点子数有40个。然后有人直接在 poly， 就是你懒得写学习单的话，你其实可以在 poly 上面直接放点子。那有一个人这么做了，那就是一个点子。然后目前在上面，就是截至我上台以前，就是已经有15个人在 poly 上面投票。那有兴趣的人就可以点这个，就可以扫这个图开始填写。然后如果你现在是用电脑的话，你可以直接去 GDM 的 Slack， 不论是 General 还是就是 PMPC 上面都有连结可以来写。那给大家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毕竟讲了这么久，那就是还是很朴实无华的 policy 表面。那这里有一些大家可能已经听很多的，那这里就会有所有人累积今天累积出来的不同意见，那目前就是有68个，对。然后你可以打勾赞成或者是反对，或者是你不确定略过，对。然后它就会在下面很及时的把你去做分类。你看我被公开了怎么办？然后对，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有三个群体了，就是针对公共城市已经有三个群体不同的意见了。然后一个是 A 群体，一个是 C 群体，对，你看现在应该有人在写，所以他还在上面滑动，对。然后在下面你可以看一下自己是属于哪个群体，那这些群体通常有哪些比较显著的共同意见。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所有群体的共同意见，那就欢迎大家就是赶快努力加入 B 吧，现在自己一个人有点孤单。然后最后，哎，我把它按掉一下。对，那最后就是请大家自己填写以外，也拜托帮我们分享，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其实是一个同温层蛮厚的地方，我们需要有更多多元的意见。就是距离 B 毕竟还是不能代表所有人，就在大家帮我们多多宣传。那如果就是将来有后续更多讯息的话，也非常感谢救生团，就是协助我们有一个新的 PMPC 的 G0V Slack， 欢迎加入。或者是呢，你哎。我刚才没有放大，对。然后我们有一个 MODA 的群组在，它不是 officially MODA 自己创，是大家可以在讨论上面讨论跟 MODA 有关的事物。那我们会尽可能的去回复。然后这个是自发行为，不是 MODA 里面有个 policy， 然后可能会造成其他单位一些同仁的不开心，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协助。对，但那边就是可以大家做个交流，这样。谢谢大家。没有讲笑话，没有。好失望哦。接下来是 Duncan 的立法院大小事。